今晚正在盒子工地开新现场，500文，18个菜，2汤，现场加工，现场开席，工友们吃的得吧？祝工友们吃的开心，玩的开心，吃的顺心，敬请期待。我知啊，今天来工地上开戏了啊！今天做戏的都是农民工啊。开始卸车了啊！来到开始卸车，来到开始都干啊！卸车，红烧鱼下锅啊！今天来个4合1。鱼煮的4万呢。4合1啊！来点料啊！大肠，大肠，一车老肠，来切大肠啊！切个大肠啊！今天菜比较多，得抓紧干。再来点葱丝啊，放京酱肉丝里边。泡沫刀啊，新刀都不快，你说没开印儿？开的不好。打通了啊！切了纸，我纸。4合1。开始制桌了啊！准备好桌的，还有这种木架子嘞哈。这边一定支上桌了啊！开始做铁锅炖鸡了啊！炖排骨，不是炖鸡了。炖鸡了。今天炖排骨了啊！葱姜，大料啊，炒香一下。火锅底料，走起！排骨入锅。翻炒一下，调调味儿。来点调料，排骨不是啊？排骨压好了啊，排骨。哎呀，软烂，软烂脱骨了。软烂脱骨了。这边都摆好了啊，铜板牛肉啊，这个是猪耳朵，是凉菜，提前摆好了都。肉啊，呀，那么大的量，两个肉的量真大啊！工友们，实实惠惠的。王子曾经干了10年工地了，工友，撒上点香菜啊，点缀一下，麻辣羊羔肉。谁吃谁好受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是吧？麻辣羊羔肉，谁吃谁好受。这是个盐焗鸡吧？然后我把它撕一下，掰一下片儿，撕成一块一块的。菜摆完了啊，看看这个盐焗鸡啊，色泽特别漂亮啊。菜没上来都喝上了，开始。喝完了。喝了不是？喝了。喝完了。喝了啊。聊了，喝了我用啥？快喝了，用一下。我的没上菜的都开始喝了啊，那边也是啊，都没上菜的都开始喝了已经啊，马上开戏啊，这边都是提前摆好的了啊，这个是个羊羔肉啊，这个是猪耳朵，这个是牛肉啊，葱拌牛肉，还有这个盐焗鸡啊，马上上菜，虾也要提前摆好啊，都是大个的虾。第一道菜了啊，猪耳朵啊，第一道菜啊，我接一个啊，开戏了啊，羊羔肉了啊，这一道啊，麻辣羊羔肉，羊羔肉啊，啊这一道啊。你喂我炸了，爬炸了啊，油炸爬炸这一道。啊。排骨。咋办？咋弄啊？啊，一个一个咋弄啊？
香芋地瓜味啊。香芋地瓜味，马上出锅。现炸现上。对，现成制作，现成上菜，敬请期待。红烧大鲤鱼啊，这鱼特别大，大个的鱼啊。这是香芋地瓜味儿。香芋地瓜味啊，这一道叫工友们吃的慢慢哈，里边热烫嘴这不得劲。香芋啊，有啊，不是三回事啊。烧鸡啊，四喜丸子了，这一道还有抓浆的啊，人工抓浆。大粥的了，这一道大粥的。粥的都些大。辣炒大肠，这不又辣椒了。看看民工吃的多开心啊，还有抓浆活动。糖拌腰果，挂霜腰果，今天挂上霜了啊！怎么了？我说那咋？哦，淡水大虾了啊！放这个蒜汁啊！我咋给你喝酒的？我啥香菜了啊？呀，啥香菜？凉了吗？凉拌银耳啊！爽口小凉菜，放。清炒虾仁啊！春夏日，鸡仁哈，爆炒鸡仁，水果罐头啊，京酱肉丝了啊，最后一道菜了，还有两个汤，放这个京酱肉丝啊，肉丝啊，把那个啥呢，把这肚皮。牛姐姐，啊，大姐妹，满等的啊，这多了，这实惠了，哎，白刀看看，现在开始做汤了啊，还有最后两个汤啊，做了，奶白奶白了啊，这个汤对了，羊肉汤，加这个羊油啊。羊肉汤要带这个小。高压锅里压一下，迷你的高压锅啊，小型高压锅，压一压，几分钟都好。啥锅？好了啊，冒热气了。看这个汤，奶白奶白的啊，太白了。羊肉汤啊，看这个肉，大块的羊肉都是。慢慢的咬，快！再来上点这个香菜啊，点缀。来，端汤吧，汤好了。羊肉汤。对，来吧，来吧，好吧。放汤菜了，孩子。要。这个熟汤。这个味儿弄得很对。最后一道汤了啊！最后一道菜了啊，康康上菜啊！酸汤小酥肉啊！现在8:40了啊，小王子收拾东西回家，把东西要重新收拾回到车里啊，马上收拾完啊。收拾好了啊，马上回家。